书本你好，下次高速状态我们只要书本放里面，它自动感应夹紧。然后封面放好。这边呢，这边就是压痕装置，按一下这个开关，然后给它过一下。这个我们是调节书背的放那个厚薄度的，看看压出了那个线的深浅度，可以调节的。要深一点的话，就给它调重一点就可以了。